想先清唱一段好不好？还有麦克风嘞，啊，你现在麦克风很好嘞，是我买的嘞，试一下。好了，没有，今天非常感谢他们团哦，来这边帮我们算这，这是这附近啊，第一个有那边的 pub。那一挂都是海军的嘛，你们应该都很清楚嘛。桃园谁是海军？我是光军。啊，没有，我是这一挂。我是空军的，我是空军的。不是你啊，后面那一挂。我海巡的，我海巡的。124舰队的，我卖局的，拜托你好不好？我是蛮感谢他们的，希望10月5号周年庆，你们团要不要再来？干嘛？要当兵的？剃光头了。剃光头可以谈啊。你好像光头比较帅。这边啊。抽到什么军种啊？海军哦。没有，我抽到一就抽得来了。替代役很凉啦。太多啦。因为我们都没有上过兵呢。那个钟杰的妈妈哦。我们那边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店从来不卖果汁，今天才有准备果汁，所以大杯子就不够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只有卖酒。那希望说这是第一次，那后面呢，我会尽量在假日的时候找乐团来唱。那希望大家给我们鼓励，来这边好。好了啦，我已经讲很多了。好，来讲一首，一首。哎呦，稍微讲，我先讲一下。这个，这边几乎都认识的。好，首先感谢我的乐团，很花时间陪我这边乱搞，不管他搞。对，然后今天的表演，对。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音乐，我的妈妈。谢谢。海关同学，好同学，王姐，小贝，还有素未谋面的朋友啊，谢谢。那边也算同学啊？啊？不是同学的男朋友的。耶！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不要哭，忍住。好吧，那就请大家再忍耐一下吧。Oh, yeah.
非常感谢各位摸空来这里。我不是云君，起手了吗？云半云，对，我是起手。对呀，他想骗我。那今晚我们算没有表演的很好啦，对。然后呢，每个礼拜啊都在这里练习。那再次的感谢学长，提供给我们场地啊、器材。等一下，他说要唱歌，有人要唱歌哦，要唱什么？那走了。哦，对哦。哎，大家有机会回家吗？回家。不急啊。啊？中姐唱歌。快点啊！不要唱歌。好啊。你来。不急啊，不急。你怎么没进来啊？好啊，你不要。来呀。他干嘛？我想回家。第一留下来就听我心路历程发表。等一下我妈妈打给我，她说不要回去了。好，感谢。好，再来一首张震岳的《秘密》。这是哪歌？很悲情啊，他的歌。我这首出来的时候，陈冬杰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听过的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还是去寻找。你这么好听，他里面的。可是你的心中。没关系，不要听。有点女生哎，我看他那边好感动啊。
之后我们两个会唱歌，后面那个最帅的，他也很会唱，哇，他也会弹吉他，所以你今天要唱歌吗？想想，来，我们掌声送他起立好不好？我要穿吊嘎很重，有没有？然后那个麦克风顶到天花板了。哎，好了没？哎，不会冷啊，热不冷？热。要走气质路线。穿西装哎。修旧过来。会爆掉吗？哎，掌声。我真的啊，我介绍一下，他叫沙林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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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大家好。很像哦。然后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音乐很高吗？其实我没有很会唱歌啊，就是大家要是比较有播音的话，就是大家笑一笑就好。对。说他头上戴的什么？中华民国海军。很棒哦，这我们是帮他鼓掌一下。我是代表中华民国海军。那就来一首《海军军歌》。那边很当兵啊，行行。那边有我们常常去国外的代表。国外，国外，没有。那我就先说，就是带来这一首《太阳系的陌生人》。不知道大家有听过？要是有听过的话，可以跟我一起唱。有听过吗？有吧。Thank you.
然后呢，就是我觉得很爱他，因为这首歌很陌生的。